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今天来我叔家吃饭了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下厨，我洗一下这个菜，等下还有一个美味的菜。这里面装的是那个蚕，今天跟我叔在地里面挖到的，这个在外边可是卖一斤180-200，我这里今天收获了70只，还有是不是饱掉一些啊？我记得有很多啊，是不是掉了一些啊？我今天挖到很多呢，把它装到那个烟盒里面，是不是饱掉一些了？刚才数了一下，才有18只。我现在要把它洗一下，然后等下把它炸锅里。哦。放点酱油，你是剁呗？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香呢。我先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感觉很香啊，很好吃，好肥呀！哟，多肥了！好吃，明天再搞啊，明天要搞一碗。特别的美味。